朱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，我们对任何国家发展正常的军事合作关系持开放态度，但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拼凑排他性小圈子，坚决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双边或多边军事同盟，坚决反对制造分裂对抗，搞阵营对立。亚太是和平发展的大舞台，不应成为地缘博弈的竞技场。中国是各国合作的伙伴，不是任何国家的挑战。美英澳不顾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，不断释放扩员信号，严重冲击亚太地区和平稳定，不少地区国家对此深感忧虑。